大家好，这边是 RPS 的狂笔。没想到本频道既然就这样突破了两万大关啦。当然这一切都是各位有在关注本频道人的帮忙，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成长。那么今天我也来画突破两万的贺图吧，来看看这张半年前突破一万时办的投票吧。当初第一名的彗星在突破一万的时候已经画过啦，而本频道的主推公主也画了不少张了呢。那么今天当然轮到我们的组长兔田佩克拉的啦。2019年7月出道的最强兔子，可以说是我真正进入 Whole Life 坑的原因啊。当初也说过，一开始被公主的外貌所吸引，但那时候的我还没顿悟 Knowledge 这门高深的语言啊，所以完全就是给他听不懂。而直到我看了兔子的直播之后，才真正爱上了 Whole Life。一出道就以技惊四座的 Rap 开场，让人完全不能忘记的出道。それでは、行きます。ブンブンちゃん、ヘイ。ブンブンちゃん、ヨー。ブンブンちゃん、はい。ホロライブに新人到来。今日はそいつをご紹介。名前はウサダペコラです。寂しいガリアの女の子。バニーガールの新人。好きな食べ物は人参。みんな私に興味が津々。実際そうでもないないし。放送に集いし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。魅了してくのが私のアンサー。超最高だぜ、ホロライブカンパニー。一丁行こうぜ、ホロライブファンタジー。みんなこれかな、ついてこれるか。好きな寿司ネタはカンパチー。ブンブンちゃん、ブンブンちゃん、ブンブンちゃん。也证明了我们的组长超强吸金能力。另外不得不提的当然是那完全让人无法忽视的超强魔性笑声啊，真的是太有特色啦，想忽视都没有办法呢。ペコちゃん見越したペコや、ペコちゃんには聞こえない設定で。あ、ごめんペコだ、みんな耳いっちゃったか、ごめんね。今からスーパーチャット読むわ、ちょっと。就算是没有在追 VTuber 的我的强者朋友们，听到这笑声都会不自觉地转过头来看我们在看些什么呢。而我真正喜欢上组长的最大原因是他玩游戏的态度与感觉，他是真的放感情进去玩的，会随着游戏里面的人物喜怒哀乐，让我深深地感觉到原来这是这么棒的游戏啊，也感觉到原来这是这么棒的一只兔子啊。呼べって言われてたもんね。え、これって1体しか選べないの？ 1 体しか選べないならパフォーマンスしかなくない？え、てか、お別れ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ことだよね。じゃあ、今まで、一番最初に、呼んだ、ちょっといろいろ肉壁になってくれた、バルファー。而当然因为情绪的强烈波动，让大家喜闻乐见的虐兔环节当然也是不能错过的啦。每次看到组长先是超级得意，后面又马上打自己脸的反差感啊，真的是欢乐100分，完全能让人开心一整天呢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频道也会继续翻译一些 Hololife 的精华剪辑，也很高兴大家能够喜欢我们，我们会继续加油的。那么接下来大家希望 RPS 下一个画的人物是谁呢？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，我们也会努力的实现大家的愿望。那么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